十二周有一个无交代清楚的，咱今仔日要来交代清楚。天顶出现异象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一条龙出现，七头十角，七头戴着七个冠冕。当这条大红龙，所以真侪人看到龙呢，就想到咱长人啊，有一只长人的龙啊，这个是红毛龙啊，个长人龙啊，中国龙。啊，到底中国龙甲这只大红龙有相啊无？你看这只大红龙呢，伊个有一个名，第九章讲大龙，就是迄个古蛇，名叫魔鬼，个叫撒旦，是灭黑破天卡拉的人诶。哇，真侪人就安尼想，哇，这只龙呢，龙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。对打了后呢，怎样？因看到龙的背啊，砰一下去；因看到龙的肚啊，拆破去。不过真趣味哦，有时抓里有龙哦，抓里有龙，恁不拆破一条龙的抓里，这是一款愚妄啊，实在是愚妄的罪犯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是有理性的，但信主信耶稣是有理性的，咱唔通做愚妄的代志。所以今天你要让我们来分别启示录中间这只灵是不是中国灵，圣经启示录的灵是不是中国灵。头一项，我们对形象以形象来看，这边是启示录中的灵，这边是中国灵。它的形象七头十角，但中国灵的形象是蛇的身躯，马的头，有那种牛头，然后一款也是会讲，有迄个料，有诶讲是狗诶料，有诶讲是鹰诶料，老鹰诶料，啊，佫有蓝，蓝是用鱼诶蓝，甲鱼诶手，一款叫做无好诶集合，就是讲即只中国人啊，是即蛇身啊、马头啊、即个角啊、即也是会角啊、鹰料啊，安尼讲鱼诶蓝甲鱼诶手啊。安尼关系合起来，一款真无好的集合，咱唔免提图来看啦，咱大家都不看去，是哦。所以你看形象有像无？无像。启示录中的灵甲中国灵形象完全无像。第二，原神，咱看伊的原神对做来。启示录中的灵，头先咱读是魔鬼，伊个撒旦，咱知影魔鬼撒旦就是败，撒旦是败坏的天使。他撒旦是败坏天使，后来骄傲，后来违背上帝，然后成做撒旦，成做魔鬼。伊个名大红龙、大龙、古蛇啊！这个中国人的原神呢，是人想的想象中的吉祥物。吉祥物啦，就是讲因当作伊这会带福气来的啦。所以有的国家的吉祥物是一只鹰，有的国家的吉祥物，新加坡的吉祥物是一只狮，所以新加坡叫狮城。所以这是人的头脑中想出来的吉祥物，啊，它是一款民族的一款的图腾，大家民族拢有一个图腾，华人民族、中华民族，伊的图腾就是这只想象中的这个灵，有真侪款的讲法，伊怎样来的？有的说他是原神是一只蛇，有的说他的原神是鳄鱼，鳄鱼，鳄鱼就是不一样啦。咱只讲，咱只无人讲鳄鱼，讲闽南话鳄鱼无人无什么人要听，咱特别讲马来话不一样，大家要听。鳄鱼有人讲是魂，天顶的魂，互人看做是灵；有的说是闪电，有的说是轻，甲是红。有的讲是朝神，有的讲是低头，啊低头，啊到底是什么？一人讲一样，无两人讲亲像啊啊！所以咱看原神也无像，启示录中的原神，启示录中的灵，甲中国灵的原神也无像。然后咱去看到底真啊假？启示录中的灵是真的，为什么是真实的？因为圣经。约翰看到，我看见天顶阁一个大异象，有一只大红龙，
这个中国能力是怎样呢？是虎哥，虎哥的意思就是说无这只动物，这个叫做虎哥的。所以你到家的时候，你就知影 K 是六中的零，甲中国零相无相，完全无相。然后会通成为可信度，可信度 K 是六中的零，是圣经的记载，圣经的记录是奥秘，但是什么？完全可信，完全通信，100%是可信的。中国人呢，是民间传讲的，民间传说不可信的。但是传传传传，敢那亲像真的，其实伊是虚构，伊是虚构的，伊是假的，不可信的。有传人啊，无就讲有有传吼，什么人无？撒旦无传人，只有军队者。无传予人啊，只有军队者。伊个军队者是天空属灵气个恶魔，就是特级对路个天使。圣经讲，迄个掌权个，迄个主主个，吼，迄个掌权个，迄个主主个，啊，迄特级个天使，假是讲是变做个邪灵啊，邪灵。啊，佮有一撮军队呢。部分人类一部分的人来军队，我阁讲一摆，撒旦无传人，只有军队者。伊个军队者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就是特级对路的天使，甲部分的人类。啊，咱就知影，咱今仔日叫做邪灵啊，叫做魔鬼的，事实是天使。咱啊，常常聊做魔鬼是死人变的。死人变鬼，圣经讲唔是安尼，即个鬼拢是对路的天使，死人会变鬼也袂，绝对袂。死人因到上帝为因陪伴的所在，有人坐伫着下面，到上帝为因陪伴的乐园、天堂；有的人坐无伫着下面，因就到迄个阴间的所在，所以。到阴间去也好，到乐园去也好，拢未阁出来咯，拢未阁出来咯，怎样会变鬼？所以今仔日人受迷惑，受这个撒旦啊，受这个撒旦啊的迷惑，所以掠做人死了后变鬼，人若死了后变鬼啊，安尼看鬼比人较侪，咱人要怎样活咧？啊，死的人拢变做鬼咯，啊，咱要怎样活咧？所以，但中国人有传人啊无？中国人呢，咱华人当人，家己称作是灵的传人，是不是？啊，咱家己讲是灵的传人，但这只灵唔是启示录中的灵，启示录中的灵是撒旦，是魔鬼。中国灵是虚构，是民族的图腾，追求起来呢，灵也就是咱的图腾。但华人自称是龙的传人。这是一块的上定式的讲法啦，因为华人将灵当作一个吉祥物，华人将灵当作真厉害，所以咱是灵的传人，所以咱就觉得华人咱真厉害啦，啊，咱真强啦，咱真牛啦，灵的传人，这是咱有时讲啊，是讲咱家己咧侮辱家己啦，啊，另外一项讲法就是讲灵有九个囝，灵的九个囝吼。所以这是指传人，到现今怎样呢？现状，主耶稣定死伫十字架时，灵已经受到致命一击，就是讲主耶稣定十字架，将伊完全打落。你读启示录十二章会知，伊袂搁再随意来攻击圣徒，也袂为伏伫人的身躯，但犹原到处，就是到各所在，犹原。到处引诱人行差路，行差路，行唔对路。啊，伊袂搁再来随意攻击咱咯，但是咧，伊会引诱咱继续来引诱咱行差路。所以有人乖乖，有囡仔乖乖，少年人乖乖，出去做工无偌久，哇，煞学会晓逐款啊，迄个歹事啊，逐款歹事，做迄个歹事，都是受引诱。所以今仔日。
启示录中的灵就是撒旦妖怪引诱人，但中国灵呢？中国灵，咱无将伊当作神明来拜，真少看拜灵。但是这只启示录中的灵，后来互人敬拜啊，互人敬拜。中国灵呢，无受敬拜做神明，只是将伊看做什么吉祥物。所以有时伫厝内爱放一只灵来做什么？来变做让我较有福气，做吉祥物。结局，启示录中的灵的结局，主耶稣第二摆佫再来的时阵，伊要受下到硫磺的火湖内，永远灭亡的结局。启示录中的灵是撒旦，是魔鬼，最后要受下到硫磺的火湖内，永远灭亡。但中国灵呢？的结局怎样？主耶稣真道的光团，但传福音，人对中国人将有正确的认识，无将伊当作降灾的恶魔，也无搁再相信伊为人带来福气。这是主耶稣真道光团了后的结局。但最后的结论是，对以上的比较，咱通知影，启示录中的灵是魔鬼，是真的。而中国人是虚构，是假，两个只是同名而无相的物件，你明白未？启示录中的灵是灵，中国人也是灵，同名，但是无相的物件，这真容易不明白。介绍边头这个人的名，甲咱郑秋平手边、杜秋平的手边、甲郑秋平的手边两个青年人同名。不过这个同名，这个是哇，读册真牛。不过这个是做三星啊，像名无像人，像款的意思。启示录中的灵甲中国灵是像名，但是无像，无却无像物。当信徒看到甲魔鬼像名的灵的时阵，哎呀，你看读到哎，中国这只灵，啊，咱信徒哎，启示录也有只灵，咱就三星一款。我这款厌恶的心情，这是自然的心理。但信徒唔通极端吼，唔通偏激，唔通极端。那看到灵，该是蛇的图啊，咱极端啊，就将伊当作魔鬼安尼，惊吓失措就是讲惊吓，到未晓通怎样做。这唔那是高估撒旦，而且国增加撒旦照着无有活命。虚假的物件来欺骗人的机会啦，这句较无容易明白。既然咱读，咱边边来读一遍吼。我读一句，恁对我读一句。对以上的比较通知，对以上的比较通知，启示录中的灵，启示录中的灵是魔鬼，是魔鬼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而中国灵。是虚构，是假，两个只是同名，无相密。当信徒看到，甲魔鬼同名的灵，产生厌恶的心情，是真自然的心理。但信徒却唔通偏激，极端，亲像看到灵，还是蛇的图，就将这个当作魔鬼，来惊吓失措。这唔那是高估撒旦。而且搁增加了撒旦，照着无生命、虚假的物件，欺骗人的机会啦。